中央定了啊，所谓的叫这个延迟退休了啊，大概就是退休金没钱了吧，啊，还有啊，就是关于这个劳动报酬啊，要干什么呢？要这个富人再多交点税呗。钱不够多了吧？要均衡均衡吧。所谓的提高，劳工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。他说呢，叫做这个，加大财税制度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，这要多说点思维嘛，就是，啊。不错吧？